欢迎您收听有声小说《王牌进化》，作者玄土，由懒人听书原创为您录制。本集播音吴天儿，白羽，第十八集。那个专家啊，显然是个非常专业的人，他拿起来一看，立即惊叹了 ：“Oh my god， 这是十世纪初苏格兰人发行的珍贵钱币呀、啊！据说是由非常邪恶的加利伯蒂大公所铸造的，它能够保存到今天已经是一个奇迹了，并且还这样崭新，仿佛是刚刚铸造出来的一样啊！”方明咳嗽了一声，故作不耐烦地粗鲁着说道：“你直接说它值多少钱得了。”专家呢，报出了20,000美元的价格。特纳听了，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哼，先生，我们不是古董商人，非常遗憾，20,000美元仍然距离我们达成共识还有很大的距离啊。”方林呢，冷笑了一声，把手啊伸入怀中，再摸出了9枚银币来。专家这眼睛顿时都瞪大了。Oh my god， 10枚同样的银币啊，它的价值会飙升的。特纳这眼睛狠狠瞪了那个专家一眼，然后依然是很为难地说道：“如果你想要最好的货的话，他依然不够。”方林立即皱着眉头站起身来，将银币收入怀中，立马要走了。老特纳这脸上肌肉抽搐着，忽然间叫着他说道：“哎，等等，如果你肯加上5000美元的话，那么就可以获得绝对满足你要求的本公司最新产品了。”方林一听直接怒了：“我身上的现金一共就只有5000美元，你难道叫我再出去抢？”说到这儿，他忽然间住嘴，仿佛像是说漏嘴一般。而特纳会心一笑，向着双手互握放在了桌子面上说道：“请放心，我们不会追问多余的事情。这样吧，作为我们之间友谊的见证，3000美元加上10个古代的银币，怎么样？”见方林还露出了踌躇之色，特纳为了加强自己的说服力啊，继续透露着内幕消息说道：“作为朋友，我不得不向你透露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包庇兄弟公司已经在2个小时之前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我想他们至少现在是不会对你的邪恶银币有任何兴趣的。”“是邪恶大公加利伯蒂铸造的银币？”专家在旁边嘀咕了一句。在这专业知识方面呢，他是不会做出任何让步的。而方林呢，则是露出了震惊的神色，终于啊，最后是颓然坐倒在沙发上说道：“好吧。”特纳这嘴角啊，露出了一抹阴笑：“这个钱币专家乃是他们自己人，所报的价格自然是压了再压的，此次可以说大赚一笔啊，他们这佣金那自然也是丰厚无比了。”于是便领着方林下楼去了，一路上啊，自然是守卫森严，竟是一些目光冷酷的警卫警惕地打量着两个人。这栋建筑物的地下室里，装修的是非常的坚固紧密，种种军火制品呢、是琳琅满目。方林也曾经尝试着接触抚摸过，但是得到的反馈全是无效，不能使用。特纳呢，也引着他走到了一处
结构简单的小密室当中。两个人坐下来，不久啊，就有人将各种小巧而便于携带的枪械一一摆到了桌子面上。格洛克37式点45英寸自动手枪，最早于 IWA 展会上亮相，后坐力小，用点45英寸 ACP 弹的缩短型。贝奈利公司 M3T 战术冲锋枪，今年最新推出拆卸折叠式，短时间内提供极其凶猛的火力压制。斯泰尔 Scott 突击手枪，加装蜂巢型多孔滤光板，当光线透过这些小孔射到镜面上时，很难形成强烈的大面积反光，就如同在镜片前装上了无数个微小的遮阳罩一样。方林貌似是在这儿仔细地检查着各种枪械啊，其实他在意的只有一点，自己啊能不能用。当他的手啊一接触到这些武器的时候，梦魇印记呢会自动浮现出介绍，并且将使用要求一一列出来，大概也是为了限制他们这些外来的闯入者。这些轻武器在使用之上无一例外的对单一的力量或者是敏捷属性都有着极高的要求。截至目前为止啊，邦林就根本没遇上一把呀自己能够使用的武器。特纳呢，常年亲淫于此道，极擅长察言观色，他见方林这模样啊，心中已经是了然了几分了。不过这面上嘛，还是不动声色地说道：先生挑到满意的东西了吗？方林呢无奈地摇摇头说道：还有其他的吗？特纳呢则是满脸遗憾地说道：哎，这就没什么办法了，本公司的货都是最新最全的，若先生这都看不上，想必是有私人的特殊要求，不知道能不能提供给我们作为参考。方林则是暗自想，要是老子能直接说的话早就说了，还用得着这么麻烦吗？直接说拿一把力量12点能用的武器就是了，何必和你废话呀？见他沉吟不语，特纳呢又露出了职业性的笑容说道：哈哈，其实本公司还有一些自行研发出来的产品，具备一些特别功能，不过嘛……方林自然是闻弦歌而知雅意了，这样就是加价的意思了。他直截了当地说道：再加5个银币，不行我就走了。特纳嘿嘿一笑，轻轻击击掌，拿上来了第一件武器，就令方林直接动心了。那呀，是一个看似很原始的不锈钢弩弓，但是其精密的结构啊，令它丝毫没有半点简陋的味道。流线型的弩身，极富弹性的合金钢丝，紧密的剑匣，以及制造极其精巧的尖端中空的箭头，都令人有一种杀伐凶器扑面而来的感觉。而最重要的是，通过梦魇印记提示，方林注意到这是他遇到的第一件需要精神力条件才能够装备的武器。钨钢弩弓，蓝色装备，品质中等，攻击3-4，箭支经过加工之后可以附带各种属性攻击，不能携带出本世界，需要力量9、敏捷6、体力8、精神力10，可以用来兑换200积分。方林的不动声色的将其放在了一旁，接着又看下一件武器，乃是一把改装过的大容量的手枪。其特殊之处在于，这把枪能够使用的子弹乃是国际上明令禁止的达姆毒弹。很快方林就挑选了4件武器摆了出来，他抬头呢对着周围人说道：抱歉了，我想一个人独自挑选一下。这些人呢见多了这种行为古怪的客户，
哎，对于这个要求啊，倒也不稀奇。反正这个屋子里啊，都有摄像头监控。而方林呢，等这些人出去以后啊，轻轻一掌就砍在面前的那把大容量手枪上。真实之切割术等级二发动，对象钢制手枪，此物品等级高于人物等级，难度判定增加，加工进行中，加工失败，物品出现了本质损坏，无法修复。方林已经不是第一次使用此术了，自然知道本质损坏呢，就是外观不变，但是内在结构已经完全融合在一起，直截了当来说吧，就是成了废铁一块了。他呢，还是面不改色的从容回气，再次对着另外一件武器使用了真实之切割术。十分钟以后啊，一件全新的武器呈现在了方林的面前了。火热之钨钢弩弓，黄金装备，品质中等，攻击力4-5，射速每4秒一次，简直经过加工后可以附带各种属性攻击。装备前需要通过灵魂绑定，需要力量7、敏捷3、体力10、精神力15，需要基本近战1级、基本身法2级。武器自带技能爆裂剑等级1，效果说明消耗6点精神力，对目标发动强有力的浓缩火焰攻击，触及目标后炸开，伤害力80，随着目标的抵抗力而削弱，冷却时间半分钟，可以用来兑换600积分。4把武器终于还是成功了一件了，便是方宁最先入手的那把钨钢弩弓了。其属性呢，不仅有了全面性的上升，更是多出了一个武器的自带技能。而方宁现在的精神力啊，足足有20点之多呢，而且他身上还有那只黄金戒指豺狼之戒的加成，也就是说爆裂剑的施法消耗啊，只需要5点。而这就意味着方宁可以在2分钟之内连发4次攻击技能。而方宁现在的精神力恢复速度啊，上升到了每15分钟恢复1点。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他每小时还能够额外多出一次运用武器技能攻击的机会。方林将15枚银币和3000美元摆在了桌子上，提着弩弓站起身来，门口啊早就有人等候了，礼貌而不失戒备地询问道：“先生，还要试射吗？”“不用了。”方林淡淡地说道。“就是他了，叫特纳来点点数吧。”特纳与那个古代钱币专家早就等候已久，两个人直接进入，主要是确认那15枚古代银币是否有赝品。待一一清点完毕之后呢，那个古代钱币专家小心翼翼地郑重地将这些宝物用镊子夹起来，放在了旁边一早就备好的托盘当中，便发出了交易成功的手势了。外间的人便瞬间也撤去了警戒线。这时候啊，方林正在看似兴致勃勃地把玩着新到手的武器，无意当中呢，手肘一抬，哟，碰着了摆放银币的托盘了，顿时这15个银币满地滚落呀。本来进来收拾其余3件武器的人呢，也只能是急忙弯腰去帮忙拾取这些银币呀。一旦要是滚落到下水道里，那工程量可就巨大了。方林连声道歉，抓起旁边附送的盒子，里面呢是附送的数百发的弩箭，脚下呀却是丝毫不停地向外面走去了。而警卫也已经得到了交易成功的通知了，也就呢一一放行了。然而啊，当他刚刚走出大门的时候，就听得身后几十米的地方传来了嘈杂惊怒的叫嚷声了。
那家伙将咱们的新式武器都弄成了一团废铁，抓住他们。方林根本无意与之纠缠，他虽然对于开车并不精通，但是摩托还是懂得如何驾驶的。正好前方的十字路口啊，是个红灯，一个穿着皮衣打扮的好像是嬉皮士的家伙，骑着一辆高档的哈雷摩托，正在那儿不耐烦地猛轰着油门。方林呢，直截了当地将他一把拉下来，为了防止自己从背后挨黑枪，还特地将其右手腕跺了一脚，夺了其头盔，跨上去得扬长而去了。只是啊，他刚刚行驶了才数分钟，便听得身后有尖锐的呼啸声追逼而来了，竟是瑞文森特枪械公司的打手不肯放弃，如影随形的追踪而至了。方林从后视镜当中见那追兵只有一辆跑车，切，想必他们也是直接抢来的，冷冷一笑，在激烈的高速当中举起了那把弩弓，瞄准爆裂剑等级一发动，红光一闪，后方已经追着20余米的跑车挡风玻璃上骤然间扎上了一根尖锐的小剑。而最为诡秘的是，那只小剑上还冒着熊熊的火焰呢，瞬间就将那玻璃融化开来，然后就是轰然炸裂。那架跑车在刹那间就被这火焰所笼罩了，轮胎在极高速的奔驰当中发出了凄厉的刮擦声，斜着就刮擦出了旁边的一辆巴士，在空中失去了重心，翻转了180度，生生甩出了两具惨叫着的燃烧人体，最后是一头撞上了旁边的楼房，轰然间爆炸了开来，一时之间的这交通都为之堵塞了。而那辆哈雷摩托呀，早已经拉起了龙头来，喷出了一股青烟，绝尘而去了。3个小时以后，换了一身衣服的方林出现在了这座城市的西城区当中。这时候，街道上的人气已经恢复到极其繁荣的状态，熙熙攘攘的人群也是他最好的掩盖了。戴上了那具似眼镜一般的探测器的他呀，很容易的就将身边的黑手党徒给分辨了出来。于是方林走到了报纸摊边，掏出了钱包，故意在买报纸的时候将身上剩余的数千美元都散落在地上，又手忙脚乱的赶紧将之拾了回去。而这个突发的小小状况一时之间就吸引了许多贪婪而觊觎的目光。四名黑手党中层阶级较低的蓝衣喽啰呀，对望了一眼，立即尾随着方林而去了。看起来十分惊慌的方林匆匆地步行着，紧接着向后看了一眼，又小跑了起来，看起来十分的慌乱。他慌不择路之下，竟然是一头撞进了一条僻静的窄巷了，这自然也是一条死胡同了。这四个喽啰心中大定，他们哈哈大笑着走了进去，但是目光所及之处竟然是空无一人。他们也是抢劫的首手了，马上就想到这个人肯定藏起来了，立即分手搜索。就在四个人渐渐分散的时候，方明忽然自空中的雨棚上一跃而下，一个翻滚呢，双膝撞在了下方的蓝衣喽啰的后脑勺上，这家伙坑也没坑，直接倒在地上，而尸体呢，慢慢消失了。而这个时候，旁边的三个蓝衣喽啰这才反应过来，立马叫嚣着冲过来了。而方明这时候却举起手来，弩弓上锐利的箭头发着幽冷的寒光，他虽然没有练习过任何的射术，但是在不到6米的距离当中也不至于会出现脱靶的尴尬的。噗呲一声轻响，特制的锐利箭头射入了冲在最前面那个蓝喽啰的大腿里，他一愣，
身体立即本能地失去了平衡，摔了下去，然后这才感受到了那股剧烈的痛楚，他不禁惨叫了起来。而这时候，剩余的两个人已经冲到了距离方林不到6米的地方，只是方林依然是平静而迅速地将持弩的右手对准了面前跑来的两个人。